38，来，耶，哦，哇，你惊到啊啦，七早八早，那我来滴敷面膜啦。嗯，啊，人家我是西施呢。敷上黑面膜，说话超级豪放。在电影《缺角一族》饰演性格直率的槟榔西施，让 Ella 在第11届大阪亚洲电影节夺得影后。你要怎么不要踩我？我们都死守了这一角不放，至少你有勇气去面对你那5秒的缺角。和新生代演员林柏宏一起飙戏， Ella 演技张力十足，又哭又笑的感情戏获得评审高度评价，这也是 Ella 首次获得电影奖项。老公赖思翔也在脸书上 po 文以妻子为荣，说她兴奋到尖叫。我觉得应该是一开始导演给我们做前置的那个练习很多，所以我非常的了解这个人物的性格跟他的背景。嗯，对，那我只是让自己投入在其中而已。嗯，我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专业的演员。对自己相当有自信的 Ella， 过往在2006年就以《真命天女》入围过金钟奖最佳女主角。这种事叫业务部去做就好了，你不用什么都自己来吧。我只是想帮公司做点事情嘛，如果你反对的话，那就算了。2010年 ，S.H.E 开始单飞不解散后 ，Ella 就积极参与演戏。天生就是个戏精的她，也早就被许多前辈们赞赏。这一次在日本夺得影后 ，Ella 也透过经纪公司回应，感谢大家的肯定，感谢剧组，也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在电影圈发挥演技。记者现场寻亲台报道。